各位大家午安，我们的会议即将开始哦。那在开始之前，大家一样可以扫这个 QR code， 跟早上一样。那如果说待会有什么问题，或是想要留话的，都可以直接留上去哦。那委员会在过程中，跟大家做回复这样。好，那我们各位就准备就座了。其实今天下午的课程很精彩哦，我们安排了两个课程哦。然后，今天其实很荣幸哦，其实大家都抱着一个很我们学院啊本身抱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情，因为难得可以邀请到唐峰政委哦来跟大家做一个演讲，跟各位法官做个分享。那我就废话不多说，大家鼓掌欢迎一下老师。嘿，大家好。非常高兴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关于区块链的一些想法。那我在会前因为有提早到，然后有跟这个我们 curator 稍微讨论一下说因为我今天我在院里面大家可能知道说我大概负责往内的话是叫做社会创新，就是社会上有一些新兴的科技包含区块链来解决社会问题，所谓众人之事众人助之，这是我一部分业务。但是我有另外一部分业务就是到处跑来跑去，我刚从伊索比亚回来，礼拜六要去荷兰。伊索比亚之前在大阪跟那个阿根廷，那就是荷兰之后要到柏林，所以我另外一部分业务就是每个月大概会有两个礼拜在外面，然后进行一些数位外交的一些工作。那所以当然我也可以从数位外交的角度来谈这件事情，就是在全世界怎么样运用资通讯来做外交。不过这个跟区块链就坦白讲没有什么关系了，大部分是 AI 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那我们跟 curator 讨论完之后，我们大概今天还是以社会创新的角度，就是不要把我当做社会政委，把我当一个一般的工程师了。那在社会创新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区块链有怎么样子的应用，感觉上跟前一位讲者跟后一位讲者会比较稍微联系一点。不过好处就是说因为有 Slido 了，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就是在 Slido 上已经扫码进去，或者是 Slido.com 输01114进去的话，那还是可以问我任何问题，就是相不相关的都可以。那问问题的时候就记得要把别人的问题按赞，因为按赞数量越高的越会自动的跑到上面，这个大家上一节课也已经看过了。那所以在我开始讲一些区块链的案例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问我任何问题跟区块链相关或不相关的都可以，那我会按照赞的数量来回答，那就一直到50分中间不休息，这个结构大家 OK 哈。好，那如果 OK 的话，我们就先开始。我自己跟分散式账本接触是最早的专案是这个专案，希望前一位讲者没有爆雷啊。那这个专案叫做空气盒子，可能尤其是可能住在中部或中南部的朋友们可能比较有感，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很简单来讲，就是说因为在当年就是我们开始这个专案的想法的时候，可能2013左右啊，2013-2014，那在当时环保署在全台湾只有77个测站嘛，那这些测站或80个测站，这些测站当然精确度很高，可是离人民的距离比较遥远 ，literally 比较遥远。那所以当时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一些感测器，那测 PM2.5 是用光学方法来测，虽然没有那么精确，但是却可以放很多个地方。那所以它慢慢就变成人民自发的一个运动，然后就变成说甚至连一些教育局啊这些，他们都把它变成中小学的，甚至小学的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教材。那这个就好像说我们在养蚕宝宝一样嘛，就是你要有一个大家一起照顾的或自己照顾的一个实际的那个系统，你才会知道里面课本里面那些字是什么意思。那同样的道理，当小学生自己开始管一个空气盒子的时候，他也才开始可以了解说，好比像说我们资料的搜集处理利用这三端到底是什么不同的。你做一个资料的控制者 data controller， 按照 GDPR 你要负怎么样子的义务，你跟别的资料控制者怎么做 joint controllership， 这些比较复杂的一些概念，当你自己管一个空气盒子的时候一下子就教得会小孩。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空气盒子的话，其实是非常难教，因为它只是资料的consumer， 它不会是变成资料的 producer。 那所以在推行这个运动，那当然主要是中研院陈林智老师推行了这个运动，大概一两年之后他就累积到接近2000个空气盒子。所以大家只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视觉化系统，是一个叫 G0V 的一个
运动啦，就是所有政府不做的事情就是这些人先做一下，那做的时候抛弃著作权，所以政府下次采购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收割进来啊的这样子一个想法。那所以临时政府就做了一个临时空屋的观测网，那它就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去让大家一下子就可以看到台湾目前实际的现在的数位落差，那不是空气品质，那所以大家就对，那所以就在就可以看到是空气品质。但是我们就发现这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说这个当然是很透明，可是它并没有 accountability， 就是它很难给得出交代。当你看到其中一个数字特别高的时候，它没有一个问责的或者救济的，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机制。那所以呢，当时呢就有社群的朋友开发了一个网站，叫做子报在哪里，报纸的报，那大家就可以回去回溯看在几点几分几年几月的哪个经纬度的哪个地方目前的当时的空气盒子都回报怎么样子的数字。那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变成大家就事论事讨论一个基础，而不是好像说哦最近空气都很差最近空气都很好等等等等，它会变成一个我们叫 social object， 所以就会让大家比较就事论事的在讨论一件事情。但是呢，当时他们最常被 challenge 的一个就是说，这些资料都是放在好比说民间自己的主机上面，那当然有同步一份到中研院的这个机房里面，可是这都是民间自己下载的资料，所以理论上他可以在好比说选举前一天，然后呢就去改那个历史数据，然后子报在哪里就会呈现出子报的这个情况。那当然我们现在大学没有绑这个公投啦，阿弥陀佛，那但是如果在有的那个情况下，他就很容易成为这个假消息散布的这样子一个温床了。那所以很多的在立法院的委员也对这样子一个计划，所谓公民科学啊，多所指教，多所指教。那但是在台湾，我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央政府看到这种民间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民间部门、社会部门正当性在台湾都高过公部门了。那所以这样子，我们跟旁边的周边国家不一样，我们只能采取一个打不过就加入的一个态度啊。那所以今天我们在院会才报了这个民生公共物联网。那民生公共物联网就是像拼拼图一样，去拼起民间完全透过民间的资料科学不能够做到的部分，就是它的 accountability， 它给得出交代的程度。所以呢，在这里面就是区块链技术用得到的地方。首先，就是成功大学 NCKU 的这个区块链应用的一个 lab， 就是 JSF 他们有做这样子一套系统，它就是用分散式账本。那大家可能已经开始了解说，区块链只是一种技术，分散式账本它是它达到的目的嘛？每个人一本账，那我可以写，你也可以写，但是我写的字迹会跑到你那边，你写会跑到我这边，不能擦掉你的，事实上我也不能擦掉自己的，一旦写上去就不能擦掉，这是区块链的基本概念。所以当我们把这些 PM2.5 的数据写到分散式账本上的时候，它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回过头去篡改某年某月某日子报在哪里的那一张截图，你随时可以回到那边，回到那边之后所有能够存取这个区块链的人都会看到相同的数字，而且你不可能把它改掉，即使是国网中心这么大的算力都没有办法把它改掉。所以第一个，它把这个时间戳记的压印给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证明啊。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也问这些民间的朋友说，哎，有没有一些地方你想要挂空气盒子，可是你挂不进去的？那这些朋友们就告诉我说，这个重点是我们现在是把它当做教具，就是教学器具嘛，所以它是挂在这个中小学的教室。可是大家真正 care 的是工业区，是工厂。但是工业区很多是私人的 property， 他如果自己闯进去挂的话，明天就被拆掉了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出现一个竞争的状态。那所以呢，我们就说，哎，那我们来问一下 ，turn out 工业区里面的路灯啊是公家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挂空气盒子。那这个就是民生公共物联网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拼拼图的部分，去把大家关心的，但是却没有办法取得挂空气盒子的权利的地方，我们都去挂。但是挂了之后，我们同样的要用相同的这个格式啊，去写到这样子的一个分散式账本上，才能够达到一个择信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像民生公共物联网现在在办资料竞赛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根据着环保署这边也可能上万个，那民间这边也可能快要上万个的这样子资料，开始做这个互相对齐的这样一个动作。那最先发生这个应用的当然是执法上的应用，因为这样子所以公务基金啊可能已经赚了一些回来了，就是我们部件的钱了。那但是呢，在未来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说，大家就可以开始去看真正的扩散模式，开始像台电他们内部也已经开始有一个 team 去计算说，到底这个中部火力发电厂它的排放跟 PM2.5 的这个扩散到底有怎么样的关系，那用的就是这些空气盒子的技术。但这些都建立在你
没有办法回去篡改那个数字，以及每个人在写入的时候是写入一个马上会跑到每个人手上的账本，你不能用一部分的资料去做一个以偏概全的这个推论，是所有人都是用一个类似这个共享的一本书、一本账册的这个方法在做一个管理。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分散式账本的这一个技术，就是在空屋的视觉化跟空屋的治理的这个议题上面啊。大家可不可以麻烦稍微问一些问题？因为不然就是我的举例大概只有两个而已，所以我就快要讲不下去了。 OK， 好嘞。是非常好的问题。那其实民间的两个诱因，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是教育单位，我现在因为12年国教新课纲，我必须要教就是资通讯以及媒体素养。那这个素养不是只是媒体试读，试读是我作为读者嘛，素养是说我作为自媒体，我现在开始讲一些社会会很关心的事情的时候，我要有所本嘛，有所根据等等。那老师要这样教小孩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很具体的可以拿来教小孩的这样子一个例子，那空气盒子刚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对于教育人员而言，这个东西最主要的价值就是说，他可以去就是满足新课纲要求他教的这个基本的资料的素养跟媒体的试读的媒体的自媒体的素养，而他不需要花太多的就是外部成本去找到很多很昂贵的设备，像以前 Maker 的设备啊什么东西放在学校里，所以这是对老师的好处了。那对就是一般民间的好处的话，我目前听到的就是说，他其实就不相信环保署的数字，讲穿了就是这样，因为他觉得测站离他太远，测站太高，测站这个一定就是怎么怎么样，那所以他只相信他邻居的数字。那当他邻居的数字看起来这个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哎，反正这么便宜，那我就放在我的阳台，那我就知道我阳台的数字。那我唯一就是能够要求的，就是说，那你这个数字要贡献到这个分散式账本上，因为这样子的话，才会形成像这样子的一张图嘛。如果大家都不贡献出来，只是知道自己家里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形成像这样子能够进入决策系统的一张图。所以它的诱因大概两个嘛，就是一个是说他想要知道他这边实际的空气品质到底怎么样，而不是离他比较远的那个测站。那第二个是说他想要把它这样子团结起来，有一个。我们叫做 data collaborative， 就是一个协作关系的一个好像共同 bargain， 这比较不是工会那种劳方资方的关系，比较是说环境治理权这边大家都觉得说，哎，我们觉得现在的现实是这样，那政府可能因为资料不够充足觉得是那样，那我们要 push 一个政策的改变，所以我这边就赶快集成一堆资料，那所有人加在一起，那政府就必须要说好了，我打不过就加入，那我在你们缺的地方放一些感测器。所以这个大概都不是经济诱因，都是社会跟治理的诱因，这样子可以理解吗？我会不会讲太快？应该还好，有一点快，对不起，我这个我之后逗号要多停一下。来，请。非常好的问题，刚刚还有一位举手，是不是？我们哎，没有吗？好 ，OK， 就说简单来讲，这是两个层面，一个是说他是故意的，想要操纵某几个车站。就是他干脆就做一些测站，这些测站很系统性的报告，然后他就用这个拿去检举嘛，这是一种啦。那不过就是说，即使你不设测站，你现在只是拼命打电话到环保局，其实你也可以检举，就是说事上那样子的压力还比较大。那但是放测站的话，因为它有不可撤回、不可篡改的这个特性，所以他如果自己动手脚，而他旁边的测站，因为他没办法控制所有人自发设定的测站，他旁边的测站不会 corroborate， 不会附和他的这个结果。所以呢，在中研院就是陈立志老师，他就是有一个自动校正模式，他会把群众的这些以及环保署的这些，那交叉去集合，交叉去比对。所以如果有人试着去 temper 这样子的测站，或专门设恶意的测站的话，他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可能我忘记他最后算出来是多少，好像两个月吧，他就会开始知道他的 pattern 跟别人都不一样，而且不是好像湿度校正不足可以解释的。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回溯去抓出来说，当初来架这个人，因为他还是 physically 架在一个地址。他还是必须要说这个 data owner 是谁，那所以你就可以回溯说，哎，那你篡改。那这个在传统上面网站上面，如果他上载一些不实资料什么，他只要在你发现以前下架，然后他不让搜索引擎去索引，这样子其实你就很难抓到他。那但是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没有办法撤回，因为你回去翻那个杂凑，回去翻那个分散式账本，回去翻国网中心的备份，那个都还在那里。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我如果是要作假的话，我的那个成本会提高。
就是一开始我就要先去 anticipate 后面所有的这种就是 validation 的模式不会抓到我。这就像这个洗钱一样嘛，就是说当我们开始有这个互相监看的网络，那洗钱的成本它不但要算现在不被抓的成本，还要算未来不被抓的成本，所以这是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说，有没有可能说，那我干脆在这个呈现层我自己就开始乱加一些点，就是那边根本就没有空气盒子，我就开始就是硬塞一些空气盒子进去。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攻击表面。那我们现在的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环保署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呈现层，他去把民间的资料抓进来，中研院有自己的呈现层，把两边的去集成，民间当然有非常多子报在哪里啊等等呈现层。所以当就是大家禁用这些资料的取用这些资料的方式已经有三个以上的时候，那不一样的其实很快就会被发现。那所以其实在呈现层也不容易去看到，但这个确实是需要产官学研社各自有各自自己相信的人去做呈现层。如果只有一个人做呈现层的话，那当然就是他就是完全是像守门人那样自己爱加什么就加什么，而且没有人看着他。大概这样回答您的问题，谢谢。嗯，看，因为这是其实环境治理上蛮有意思的一个个案，所以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提的问题。都没有，确定没有？好，没有就没有了。好，那我就只好提第二个了。那我们在这个每年会办一个活动，叫做总统杯黑客松，这个可能有朋友有听过。我刚刚在测试这个就是投影的时候，有播两个总统杯黑客松的一个的影片。总统杯黑客松是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它每年大概从三月四月开始征件。征件的时候呢，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提任何题目，那它只要跟永续发展目标有关系就好。那但是永续发展目标就是联合国在2015年第74大会通过的那个，实在是包山包海。你只要是有公共利益的事情哦，大概不太可能跟这17件事情169个细项不扯上关系。所以就是说，我们说要跟永续发展目标有关，其实大概意思就是说，它要有公共利益了。因为这些就是差不多，我们叫 no goals left behind 哦。因为当时联合国问了全世界100万个人，说他们想要2030年看到什么愿景，所以是这100万个收成169个，然后再收成17个分类，所以几乎所有的有公益的事情都已经被包含在里面。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有上百位朋友来提案，说，哎，我要做这些事情。那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那我们就把这100多个提案公开的让大家来投票。那让大家投票之后呢，就选出加上我们评审团选出20对。这20对呢，每一对呢，他不管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们都辅导他变成他有就是公部门的队员，有私部门产业的队员，跟有社会部门的队员。我举一个例子，像去年的冠军队伍5个冠军，我们不分名次之一就是台湾自来水公司。那他们就是有这些巡检员，他们带这个像助听器去听那个水管有没有漏水。那在基隆小区平均从有漏水到他听到要花2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些朋友们每天听大概都没有漏水。那偶尔有听到有漏水他才发挥创意，但是没有漏水这件事情是听起来是很冗的，就是任何人来听都是没有漏水。所以其实他的怎么讲对年轻人招募的吸引力就不是很高的一个工作。那但是呢因为院里面因为要当时在解决所谓5缺嘛，那里面就给了台水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KPI， 要他们马上解决漏水问题。所以他们就发现说，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招募10倍的人来听这个漏水，这个实际上不 practical， 所以就必须要靠 AI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辅助式的智能。所以呢他们就提了一个许愿，说如果可以有一个 LINE 的机器人，我每天一醒来就告诉这个师傅，我是师傅嘛，我一醒来就我的学徒机器学徒就告诉我说最近3个地方可能漏水，而且你这样子走比较快，那这3个地方它的准确率大概都有70%。这样的话，那我每一天听3个地方至少1-2个地方有漏水，第一个我的工作创造力就变得比较大，那第二个是说我比较容易招得到年轻人。那所以呢我们就帮他媒合去找到 HTC 啊、自测会啊、政大啊、行政院院本部的一位网管啊，但是他事实上是 AI 的博士啊，不知道为什么当网管啊等等的这些朋友们，在组成一个队伍，那花了3个月的时间，真的把这个机器人做出来，然后就是基隆那边小区从2个月就变成2天，就可以听得到这个漏水啊。那后面黑客松的特色就是奖杯是没有钱的，但是他的奖杯呢是一台微型投影机哈，长这样。好，那这个投影机非常的厉害，就是说它只要一打开就会投影出总统颁奖给你的画面，就是对，这是叫做神主牌啊，神主牌。对，
那所以呢，这个假设他的处长说，哎，我们没有预算把这个放到全台湾，你知道这样子一投影，总统就冒出来，他说，哦，我们还有一点结余款哦，那就有钱了。那或者是说，如果像去年的五队里面有另外一个队伍，叫做零时差队，就是没有时差的队伍，绝对不是临时差队哦，零时差队他们提了一个叫做离岛不顾无限支援，就是要让在绿岛或者是其他的离岛如果有一些重症的患者，那他如果是天气很不好，那还要飞直升机到本岛的话，当时就有出一些意外嘛。那他们去做根因分析 root cause analysis， 就发现说是因为当地的护理师没有办法去做医疗处置，那在地的朋友们可能也对在地的医师或护理师没有那么信任，所以无论如何都会要求这个直升机去做后送。但他们判断的时候好像各自拼拼图一样，没有办法做出一个三方视讯会诊。那为什么？是因为医师法的限制等等。那所以他们就这三个月的时间有点像是一个沙盒，就是我们让他试试看，我们保证这三个月不来罚你啊。然后他就试着在某一个地方去做了这样一个视讯会诊，哎，真的很成功。那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那在以前这种时候就已经卡住了，就离岛也许作为 pilot 是可以，但是你要回去修医师法真的不容易。那不是卫福部的事情而已，他要去跟内政部谈，去跟很多地方谈。但是呢 again 就是因为他们总统有颁奖给他们，他们只要一投影总统就冒出来了，那主秘就说对不起，我们还是约个会议好了。那所以他们就一下子就把一个医师法也修了，现在护理师可以在远距的医师的视讯支援之下去做医疗处置，然后在这些就是电子签章法的函释啊等等都已经松绑，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同一份病例，然后一起来做出会诊，来坚定大家包含偏向不只是离岛对这些朋友们的信心。所以我举这些例子，大概都是说我们在每一个案子里面都做一个叫做 data collaborative， 就是资料协作关系，就是像刚才的空气盒子的那样子的例子一样，我们透过分散式账本的技术来确保每一个人资料写进去的时候，他就要为他负责。第二方面，我们透过把资料集中到国家高速网络中心，让任何参加的人，即使他只是一个国中生，他都可以写一个机器学习，写一个分析的演算法，直接放到国网，他不用再下载资料，他就可以直接在国网算出他的这个模式的预测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就是跟分散式账本最有关的题目呢。在今年的十个优胜队伍里面，叫做国土智慧巡守队啊，就是做 6.5 SDG 6.5 整合式这个水资源管理。他们呢就是刚刚讲的空气盒子的队伍，然后再加上之前在 AIT 有办过一个鱼客松海洋黑客松的冠军的队伍，叫做 Acubic， 是专门做水品质感测器的。他们这两组人把它合在一起，他们要解决的是一个非常切题非常应景的一个时事题。他们的题目就是说，如果现在是有一被划作农地的地方，在上面有一些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可能会污染水源，也可能不会污染水源，那我们要如何设计出一套诱因机制，让经济部在断水断电的时候可以把真的有污染水源的那个断水断电，但是不会把它的下游不小心也一起断水断电。对，那这个非常的应景，因为如果没有就是公福法的话，大概这个题目也不会出来。那但是这个题目真的是很好，因为他们就用了空气盒子我刚刚讲的那一套协作式的资料治理的方式，放了一个非常便宜的，它就是放在水里，它就会也不太耗电，因为它用所谓的物联网的这个协定，会一起去把就是随时去把就是水质里面三项最容易量的，但是也是最 dominating 的这些 indicator， 同样的写到一个公用的账本里面。然后呢，因为水的扩散条件不像空气扩散条件，空气扩散条件你还要算好几次，还有什么光固化作用，什么水就这样流嘛，所以它的这个归因分析比较好做。那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些 AI 的演算法，那他们在他们实验的那个小区，哎，确实也很成功，就是可以去有效的去推断说，我这边固然有一定的这个污染的浓度，但是如果这一家工厂说没有，其实是上游来的话，那他很就是策略性的设大概三四个点左右，他就可以算出到底他的污染是哪里来的。那所以总统看了这组 demo 是觉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是就是在社会上面常常会起争执的一个题目啊，那他透过资料治理的方式试着解决这个题目。不过我们在帮他做测试区的时候，当然因为要选举了，所以我们暂时压后一点，所以选完之后会开始帮他找测试区。那在中间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把他跟纽西兰的朋友们媒合起来，因为纽西兰威灵顿跟我们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任关系，是因为他们之前也有碰到缺水的问题。纽西兰本来不缺水，但气候变迁开始缺了，所以说之前那个抢救水宝宝就是漏水那一组人，在他们赢了总统杯黑客松之后，事实上就跑去威灵顿三个月，然后呢
陪着他们也把他们的机器学徒养出来，那他们是非常感念，因为第一个我们没有收他什么钱，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经验传授给他。那第二个是说他们的 SCADA 这些资料水压水流量，其实你要给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团队这些资料，你要非常信任他才会给他。那我们也没有说abuse 这些资料，我们就好好的帮他训练完之后，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抬水卖什么东西给他，那也不会说他付不起要给我们一个港口什么的，都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对，那所以他们事实上是非常感激我们。那所以他们看到这个题目之后，他们就说那他们可以来可能办公作坊的方法来做一些技术上的分享，因为他们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但是当然不是农地工厂，而是牧场，就是他们是养很多这个乳牛，那乳牛它的上游需要很清澈的水质，它的下游常常会说我游泳池测出 E. coli 啊，就是大肠杆菌啊等等，一定是牧场害的，那牧场就说没有了，其实我上游还有牧场之类，就是跟我们这边很类似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来这边学了这一套资料治理方法之后，他就要拿回去去说服他的这些牧场的主人。所以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所研发的东西，因为我们用的是公链，就是公开的区块链技术，又因为它是开放原始码，就是谁都可以改，所以很容易改一改之后就去解决一个国外的朋友们的这个例子。那所以这个水资源水污染的管理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甚至未来跨国的都可以用到区块链在我们的公共治理上。好，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询问的问题，我其实全部只有这两个例子了，那要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提早下课。请啊。非常好的问题。有些是碰巧他没有办法申请专利，就是因为这个其实都有 prior art，就是它是用在以前早就专利 expire 掉的东西，但是在现在因为计算力足够了，所以它开始做一个新的应用。但是其实早就有人想过这个，就是如果计算力足够的话就可以这样做，这个早就已经有了，所以它是 open innovation 啊。那当然也有一些情况，像什么珍珠奶茶，对了，就是在台中春水堂跟台南，我一下子忘记那个名字，就是黑粉圆跟白粉圆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的时候发明。那所以呢你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主张说我是抄他或他是抄我，因为真的是独立发明。那这样子花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说大家 remix 二创三创的这样子的创造出来的经济效益，这个网络效应远大于他去收专利费的效应。那所以任何一边只要享受专利费，另外一边就用 open innovation， 那这样子大家都会用他的，就不会用本来的那一个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也不会去申请专利。大概区块链技术之所以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择性，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中本聪嘛，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嘛，不知道他是怎么申请专利呢，就是他抛弃了一开始最重要的那一个发明的专利，所以后面的都可以说是他的衍生的一个作物。那这些的就是有多 original 其实是非常难讲，而且因为同时太多人投入这件事情，大概想的别的团队也想过，所以纵使你申请专利而且也发给你，绕过它实在是太容易了，因为同一个 fundamental principle 你就稍微绕一下就好了。所以在这个领域我们运气很好，就是说大部分都还就是没有专利的问题这样。刚才您对，就是外交的部分，所以我才要事前讨论一下，把它有点换掉了。对，就叫社会创新呢、啊。对，对，就是社会创新。是，对，你说政府的角色吗？是。对，大家都知道我是 anarchist 吧，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就是我主张无政府主义，这个应该大家都了解吧。对对，就是我当时加入内阁的时候，我的工作条件三个啦，一个是说我绝对不下财事，但是我也不接受命令所以我到目前为止三年来没有下过一次命令哈。那第二个是就是我 work with government 不是 for government 这一件事。那第二个是说我在任何地方上班都算上班，所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我的办公室啊，我办公室长这样啊。
对，他是那个仁爱路三段99号社会创新实验中心。那每个礼拜三从早上到晚上，任何人都可以来这边找我聊40分钟。所以我在任何地方上班都算上班是真的。而且我礼拜二大概就是巡回全台湾，那当然就常常出国，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叫做激进式的透明 （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任何人来这边找我40分钟都可以。但是呢，这40分钟我必须一开始就跟大家讲好，就是大家跟我讲的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做成逐字或影像记录上网。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我当政委之后已经开过154次的会，跟4665个人讲过225200句话啊、哦。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还蛮有帮助的，就是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到底在干嘛。对，然后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我们为什么制度设计成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黄琼瑶老师的见解，王仁甫的见解，潘国才老师的见解，这个湖北地中汽处的见解，陈振然大使的见解，这个还有很多人啦，范云老师的见解，何美月老师的见解等等等等啊，就是全部都何全德老师的见解等等等等。所以就是说这个并不是大家习惯的那种会议记录，就是讨论略主席才是一二三哦，而是对，就是那这些民间的朋友们来也绝对没有背书的问题啊，因为他们的不同意见书啊，就是在这里了。对，所以为什么我用这样子的方法做，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需要政府来裁决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把通讯结构设计成说，好比像说一端是经济价值，另外一端是环境价值，或者一端是创新价值，一端是社会公平正义价值，那他们都只能去找那个部长去 lobby， 那或者是那个委员会的委员去 lobby， 那立委去 lobby， 但是中间的就是常任文官要吸收全部的压力，而且不能断掉，而且外面还看不的这些朋友们，因为我们家三代军工教非常的了解啊，对，那在这个中间其实你没有办法去每一次出现一个新的题目，就是一个新的 hashtag #MeToo#ClimateStrike#什么什么 Uber 什么之类的，就每次冒出一个新的题目，我们不可能就冒出一个社官分职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势必这种快速的反应，它不能是建立在说你在这边已经很爆肝的公务员，你让他继续爆肝上面哦，这个就不 work。所以我们的治理模式就是改成用这种，就是不是在问说到底是哪些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因为其实一个 hashtag 出现哦，其实你根本算不出来到底谁是代表性人物，因为它就是一个梗而已嘛，就是大家有一个梗，然后大家就一窝蜂的开始抵制什么，抵制那个，抵制这个，那你也不知道谁发起的。事实上就算你知道谁发起，你说服他也没有用，因为运动已经完全超出他的控制啊。那所以这种时候你要回应 hashtag 的唯一一个方法就是说，那大家都聚过来，那大家有各种不同的立场没有关系，那我们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那有共同的价值之后，有没有想出一些创新的方法，像刚刚那个就是农地工厂用水盒子的方法，可以同时照顾到所有人的价值。所以政府我觉得还是目前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它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不断的同步的或者非同步的去想说，好，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这个解法那个解法那个解法，那等到这些解法凑齐，大家也觉得真的可以解决了，那我们就在一起做。那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就是确保说，有人很义愤填膺了的时候，我做一些精神情绪辅导的这种工作啊，对，然后试着让他把他就是很具体可行的东西讲出来，讲出来之后做成逐字稿，逐字稿之后我让另外一边的人或另外几边的人都看到，看到之后他们一定有一些很强烈的意见，那没有关系，我吸收这些意见，然后我再做成逐字稿，那慢慢这样子一来一回一来一回，其实到最后就收敛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是绝对不需要下任何命令，所以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治理、啊、希望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啊、好，所以是一套比较奇怪的治理理论。那 OK， 好，那当然，我们在其实这个的，哎，对不起，您举手啊。啊，是，那首先就是先不要用这三个字哦，就是用这三个字就没有办法治理。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台湾这边有一个翻译上面的一个先天的弱势，就是 journalism 跟 news。在英文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那 journalism 是一种素养，一种 training 出来叫 journalist， 他们做出来的那个 output 叫做 news，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嘛。可在我们这边是说，新闻学系培养出新闻工作者做出来叫新闻，所以就是说在英文可能是用不同字来描述的过程，在我们这边无论如何都叫新闻。那它就会造成说，当我们讲假新闻的时候，它不像 fake news 这个字讲的是最后的产出，就是说他的可能是新闻工作，但是他的内容是假的，至少讲的这个人觉得是假的。他也可以用来指称说你不是新闻工作者，好比方说内容农场假冒成新闻工作，在这边我们也用假新闻来描述这样子的事情，甚至是他是新闻工作者产出也是真的，可他被恶意的安了一个标题，然后呢在那边这个截取片面的部分的报道然后转发，这种叫 malinformation 嘛， 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malinformation， 我们这边全部都可以用假新闻来形容，可是这三种彼此不重叠，所以我们就非常难去治理。那所以我们在大概一年前在行政院这个做出了一个决定啊，就是我们不讲假新闻三个字。然后呢，那我但是我们换成什么字呢？换成什么字可能比较重要了。我们换成讲假讯息。对，那假讯息我们给它一个legal 的一个定义。那我其实是罗秉成老师的类似像技术顾问啊，就是我确保说他的这些法律概念有对应到的技术概念。那但是这个是他提出来的，就是说故意虚假。危害，那 intentional harmful untruth 这三个要同时满足嘛？那这三个运气很好，在我们现有的司法体系里面，我们现有的法典里面都有既有的定义，这并不是我们突然间自己新发明出来的概念。所以当这三个同时成立的时候，而这个危害是对公众而危害，不是危害一个特定的部长的形象，那个就是新闻工作了，对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说那它是假讯息，那我们可以去做危害的防治。那这样子一种进路其实在我们旁边的管辖领域里面是唯一的，就是绝无仅有的。按照 Civicus 这个人权组织的报告，我们是在这附近唯一采取这种不会让一个部长讲的话变成比一个新闻记者讲的话变成更重要的这样子一种解决方法。我们旁边的管辖领域用的解决方法大概都是说行政权包含部长可以去决定要不要叫一个媒体去更正或者下架或者去做什么别的处置。那这样子当然就是对他们来讲这个假讯息的危害其实是一个天赐良机，可以让这个就是本来就已经很讨厌的新闻工作者就是更没有发声的机会一点啊。那但是在台湾因为我们就是人权立国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也不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盟友在价值上面在 Civicus Monitor 其实都是这张图没有秀到的地方，可能纽澳，可能加拿大，可能欧洲等等这些地方。那我们如果要跟他们共享他们的治理架构的话，我们一开始就必须先说我们要在保障 freedom and open 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治理大概花了快两年多，我从2017年年初提出说公开快速结构化那的回应，那一直到经过徐国勇发言人跟古拉斯发言人真的把这个东西实做起来，前后大概花了两年。那但是后来我们就找到一个公开快速大概现在60分钟最多4小时一定可以在有谣言来的时候马上就发出这个澄清稿。那这个澄清稿呢已经找到了一个结构，那结构大概长这样，就是所谓的222原则啊，它的标题必须要是20个字以下，7天内染发烫发会罚100万假的，它的内文必须要是200字以内，就算我现在没头发也不会这样惩罚大家的苏贞昌，此为针对药剂标示厂商的标示规定，不是针对美容业者，而且后年7月才实施，大家一看就知道说不是要罚染发烫发，而且他一定要配2张图，那第二张一定要是梗图，不过1周内染烫真的很伤头发，严重会和我一样。所以这个的概念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部会现在都有一组人，那就跨很多个专业，目的就是要在60分钟之内推出这种梗图来。那这种梗图的好处就是说当它跟谣言同时在网络上面散播，都是在好比方说 Line Today 会帮我们轮播这种梗图啊。当它不要播出去的时候，因为它一个手机刚好放得下，你看了之后，刚刚在场很多人笑啊。那为什么这个谣言会流窜，假讯息会流窜，它用的是一个心理机转，其实讲穿了不止一文钱，就是说如果它成功引发你的愤怒，愤怒是一个负面情绪，
绪。那你手上有很多按钮可以按，但是在社交媒体或 LINE 上面最常按的就是分享。为什么？因为分享可以把愤怒变成愤慨，就是同仇敌忾。愤慨是一个正向情绪，所以这个由负转正最容易的一个按钮就是分享，即使没有看完，所以按了之后你就好一点了，因为变成同仇敌忾的这个关系啊，然后终于可以静下心来看一下这个讯息，发现是假的，不过来不及了，已经转出去了哈，所以就有点像流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不小心就一传十十传百。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要在这个心理机转发生之前先让大家看到这张梗图。那这张梗图呢，其实是很好笑，它是很欢乐的一个情绪，那它也是正向情绪，而且欢乐的时候愤慨没有办法形成，所以以后呢再看到这个的时候，愤怒的联想一下子就变成那个 tension 啊，就放松掉，就变成欢乐。所以欢乐其实是真的是无法挡啊，他们今天要阻挡了，我还有送花，对，但 anyway 送了他们一篮猫薄荷。但我的意思是说OK， 那欢乐无法挡是真的啊，挡住的挡，手部的，对，不是说宣传特定政党，手部的挡。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梗图的破助栏之下，现在大家多少可能都已经有看过一些吧，海委会那个我可能不会救你的那个梗图，那或者是教育部现在整天在画漫画的那些梗图啊等等。所以就是说当有这些梗图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好像打预防针一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大家以后再看到这个，或甚至演算法再看到这个，大家现在如果打七天内染烫的话， Google 的图片搜寻全部都是梗图，绝对不会是谣言。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自发的让民间这些二创三创的朋友们去有这样子的就是事前就预防的一个作用。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也是网络治理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在我们以前解决垃圾邮件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第一个转法，是有提出一些案啦，但是最后好像没有立嘛，或者是在解决这个 iWin 就是儿少，但是有一个依法必须要做的，可是在一臂之遥的地方是透过就是民间的力量来去做。那所以台湾本来就有一个类似这种多方利害关系网络治理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碰到假讯息的时候一样，就是我们是把这样子的决定权，演算法治理的决定权放在社会部门，而不是放在行政部门。放在社会部门的好处就是说，像我们当时在解决垃圾邮件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叫做 Spam House，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任何人你只要看到一封信，这封信里面说，哎，我是某一个什么王室贵族啊，我有1000万元要存到国外啊，你只要付10万元的手续费啊，这个给我你的账户啊，我就存进去啊。大家可能20年前常常都接到这种信啊，还有卖药的啊，都很多的。对，那当时已经很严重啊，比尔盖茨当时已经是说，如果你每封 email 不收邮票钱的话， email 就快要没有人用了，是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最后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嘛，就是说我们说服 Hotmail， 说服 Gmail， 在他的每一封信上面都有一个检举成垃圾邮件的这样一个按钮，有的画的是一面旗帜，有的画的是一个资源回收箱，然后打一个叉叉什么之类的。那但是总之你按了之后， email 本来是私人通信，但是你按了这个时候，你等于把它捐出来到一个国际的社会部门的组织，让他去分析说这封信到底是哪里寄的。重点不是它内容，重点是他怎么寄的这个 pattern。 那这个 pattern 这个 behavior 一旦足够多人来检举见义勇为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到底 spam 是怎么样子寄成的，下一次他想要寄这封信的时候就不会跑到你的收件匣了，就会跑到你的垃圾邮件的资料夹，就不会浪费掉你的时间。所以当时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把它就是治理起来的。那所以在我们现在的做法也是完全相同，相当于 Spam House 的单位叫做 International Fact Checking Center IFCN。 那他们呢在各地都有分布，那就是加盟的组织了。那在台湾就是 TFCC， 那就是胡元辉老师啊，之前黄兆辉老师啊等等去主持的。那他们都是其实大家相当相信的一个新闻人，而且可能也不会跑来选总统。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 vested interest 嘛，所以这个情况下大家就比较相信说他做的这个事实查核不受党派政党什么的影响，而且主要是他们也是靠小额募款了，你想要捐给他100万他也不让你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的公信力是比较强。所以我们就结合了就是群众的，就是大家都可以来检举 LINE 上面的一个你觉得是abuse 你跟这个人的友情关系。因为他如果是写一封 LINE 给你说，哎，明天约出去吃饭怎么样，这个是你跟他彼此的事情。可他如果转一个让人看起来勃然大怒，你非按分享不可，不然就无法转成正能量的这种图给你，这其实是有点像是病毒在 abuse 你跟他中间这个亲近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你把他检举出来之后，他就会去给真的假的，去给蓝姆酒吐司，去给麦克片，去给 TFCC， 那去做这样查证的工作。这样子查证完之后，他就会回来然后告诉大家说，哎，这个你搞错了，
了等等，所以在每一个平台里面它都有就是至少有签自律原则的 那几个平台里面，就是Yahoo 啊 Facebook 啊 Google 啊 Line 啊这个 PTT 啊，他们都有做这样一个当责的一个看板，就是今天有多少人举报，举报了多少讯息，有多少是查核完之后他回过头来告诉这个传的群组说这个其实是搞错了等等的这个讯息。那这个时候这个虽然是台湾的 LINE 的 CSR 部门做的，但他后面的这些检举啊这些数据啊完全都是民间的朋友，就是 cofacts.org 啊。那这个我要讲它不是世代歧视啊，就是不是只有小孩会传谣言啊，就是你重新整理之后他会换一个人称代名词，但是就是 equal opportunity 啊，对 ，OK， 所以就是任何人都可能传谣言。那只要接到这个之后，大家都可以变成及时来澄清，然后让 TFCC 他们那边去做出一个事实查核的报告。那最后就是当他是 TFCC 那边真的说是假的，是错的的时候，哎，我们来看他最近到底在查核什么。其实大部分都是关心彼此健康了。就是什么百香果吃了就这个不会发心脏病，对，那这个其实真的很多就是长辈因为就是关心小孩的健康嘛，就是很愿意传这样子的东西啦，那可能都是善意的啦，绝对不是就是真的没有不是恶意的。但是在 TFCC 里面他花了那么多力气去查证，他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他教这些可能晚辈可能长辈的朋友们，下一次你只要按照这个程序查证之后你就不会乱传这些东西。第二个是说他其实会进入演算法，所以只要有人在 Facebook 想要分享这样子的东西，他的分是碰不到他的朋友的，你要卷大概两个小时才会看到，等于他演算法上面调降他的排序，相当于放进了垃圾邮件的资料夹。所以你如果专门去那个朋友的墙上看，他当然还在，他并没有下架，但是底下就会有一行小字说百香果是百果之王，这个 TFCC 已经查核过了，你要不要按这边来了解更多。那所以大家就会学到说，哦，原来百香果虽然是百果之王，哦，可是跟心脏病关系不大。那第二个是说你如果真的要按分享的话，他会问你说是不是真的要分享，所以这是第二道防线，就是透过这个社会部门的集体查核去进入演算法治理。那当然第三个选举的时候当然还是比较特殊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给这些签自律原则的平台两个选择，你要么就不要登政治广告，就完全不要让钱来影响这个选举。那目前 Google、Twitter 是选了这条路，或者是你可以登这个广告，但是呢你必须要就像刚刚讲的那个账本一样，你选就算选完了你还必须要把这个广告到底他给哪些人，是哪个人实名在登要验这个身份的啊，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时间，触及到哪些人，所有这些资料必须要接受公平，而且从登广告那一天就必须要接受公平。那这个是有点像是把它当政治现金一样在看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向监察院分析政治现金一样，因为监察院我们知道不是自己在做监察嘛，他现在是把所有的政治现金都已经用 raw data 的方式放给民间的所有这些资料新闻学的人来做监察，也是造成这是上次选举才开始的，所以也造成上次选举有很多朋友本来可能想要捐政治现金的后来都跑去买精准投放广告了，大概原因就是因为这边实在太透明了，那边太不透明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就是说那边至少要一样透明，那你到不了这么透明没关系，你就不要登政治广告，所以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确保这个选举的公正性。大概这三个加在一起就是可以让恶意的造成公众危害尤其民主制度危害的这种假讯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而不会重到我们旁边管辖领域碰巧就让反对党选不上，或者碰巧就让某一家特定媒体倒掉的这样子一种很不好的民主就是反民主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虽然花了十分钟希望有回答您的问题。本来就已经是法院在做对对啊，现在的一个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把好比像两选罢，那里面讲到广告的时候还在用什么新闻纸什么之类的这种措辞，那脸书就可以主张说我不是新闻纸因为没有纸嘛，这是一个 很奇怪的主张啊。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在里面就是每一项现有的已经是长这个样子的，我们就有一个叫做范本式修法，就是罗秉成老师做的，那他就是把每一个里面把数位的部分确保说他跟你在类比的情况下新闻纸的情况下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是用一样的方法处置，大概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修法。对，那为什么没有再做额外的别的修法，是因为如果要做额外修法的话我们要有一个非作用式的桥接法，就是我当时 Jacqueline 跟我一起弄的数位现在叫数位通讯传播法，如果没有那个的话很多桥接的法概念是没有办法就是真的串上的，那个我们还在等就是立法院三读通过，希望可以赶快通过。嗯，来，
是的。在社会秩序维护法里面，是的，就有处理这三个要素。是的。所以我们在解释故意的时候，我可能会把 reckless 都加进去。是是。就是说，因为我想说，如果只能靠我这个的话，我就有责任。是是是是。范围可以稍微扩大一点点，对，嗯。在 line 上面就是分享。对。对面即将补充。对。然后在一年内就要进行。是。然后对，然后这个行为他就是讲说，啊，我就觉得很好玩，我就把它发了。就太平洋两岸这个可以更加接近，对，调和两岸的法治，对。嗯。对，我对是，嗯。对。No harm done。对，是是是。确实就是太平洋对岸的那个 WhatsApp 啊，它确实是用这样的方法，就是它在用演算法设了一个转传的一个上限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毕竟 LINE 其实跟我们的配合度还蛮高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说， LINE 它可以先试着做自律。那这个自律它刚刚有一个 dashboard 嘛，大家可以看到说大概转传到多少的时候它会有一个 inflection point， 就它会 go viral， 会变成真正流传。我们可以是循证治理，就是去看那个真正的点是什么在做。那它收集资料到现在大概两个多月，所以我会建议说选后之后，其实有很多国际的学者已经会来台湾，在选后之后来分析，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有凭有据的说，当你分享到这么多人的时候，它就超出你的控制；当你没有分享那么多次的时候，就是在亲朋好友中间开玩笑等等。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在等，就是资料科学家那边回来。我自己的建议是说，等那个回来之后，确实我们回来社会法这边，它的范围确实是可以，你按照演算法给出来的这个证据去多少把它框定了，不要说限缩或扩张了，就把它稍微框定一点。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我们就是如果这些平台不那么听话的话，那么我们目前用的是他律嘛，就是台湾市查核中心等等的这些方法，有点像 iWin 那样子的方法。自律他律都不行的时候，再走到法律这一步。那我们目前并没有觉得说自律他律真的很不行，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如果 LINE 的 CSR 在台湾不这样做这一套的话，旁边像泰国，其实他们要的就更多，其实绝对比我们行政机关要的多得多。那他在台湾做这套做得很好，他就可以跟泰国的 MODES， 就是他们的数位就是经济社会部说，没有，我们在台湾这套已经做得很好了，拜托我们用台湾模式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他就比较不会丧失掉就是在地人民的信任，因为当你没有办法再信任这个传讯者的时候，他就不用再卖贴图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就是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的时候，我们一旦介绍了这个，哦，那个就是超有兴趣，就不只是LINE 啊，包含他们新闻传播学院。所以我一回台湾，我就接到一个讯息说，真的假的 ？cofax.org， 你只要把 S 拿掉，变 cofax.org 哦，当当，就出现了泰国的版本。所以就我们这套现在是真的是很容易输出，所有民主国家 liberal democracy 想要往 liberal democracy 发展的国家，基本上就会觉得说，哎，台湾模式真的比较好，比这种就是一个 ministry 就可以要求一个 journalist 改他的字要来得好啊。好，那因为我这个 slide 的问题不能白问，所以我还是快问快答一下啊。有两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这个公司之间的资料协作，我刚刚都故意挑民生公共物联网这种跟各自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一条河不会出来告你的这样子一些事情。但是呢，里面我们现在正在拿到 GDPR 适足性的这个过程里，所以有在各自的这一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我们现在看 GDPR 的国家大概都是倒过来，用一个叫做开放演算法的方式，就是他的资料储存资料控制者还是在这个人身上，但是呢，任何人要给他要查询指令
的时候，我们自己先谈好一套 workbench， 就是你任何人都可以来查询，好比像说 Telefonica 或者是 Orange 这些电信商，问说，哎，现在我们要做救灾了，到底人群的迁移是怎么样？那我们约好了一套查询员之后，他们自己去跑，跑出来之后是把他们的就是统计结果，这个已经是统计，已经不只是去识别化，因为去识别化还是一万笔会变成9900多笔嘛，那就是因为就是有些摘掉了，但其他就是把它弄乱之类的。但是现在不是，我们叫做 share wisdom not data， 就是我们出来的只是说，哦，这边真的有一个 migration 在发生，但是我不会告诉你说到底是哪几个 raw data。 那这个尤其因为什么之前很难这样做，是因为 deep learning 的技术还很昂贵，但是现在 deep learning 很便宜了，所以我们 deep learning 它自己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有碰到资料的层，就像我们是眼睛啊耳朵这种感知层，但它上面有一些做 reasoning， 就是去推理的那个层面。就像我们现在没有人会记得说我们走的第一步是什么情况下走的，我们讲出来的第一句成句子的话是什么情况下讲出来的，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那些 raw data， 我们只留下这个 wisdom。 所以我们如果让每一个做 training 的，每一个医疗的行业啊，每个机构啊等等，他只 share 他的类神经网络的最上面两个 layer 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做训练，但是绝对不会有各自泄露的问题。所以这个叫 split learning， 不管是 open algorithm 还是 split learning， 我们技术上大概都已经解决了，主要的问题还是说这个要翻回法律语言，而且要能够就是让立法委员能够听懂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希望多一点这个听得懂的朋友们能够进立法院。好 ，OK， 那这位朋友是问说其实这个已经遍布各域，但是大家要了解到是说我们都是把它当分散式的账本在使用，这个使用已经成熟了，就是不可篡改，不可说就撤回等等，但是它的就是智能合约的这一部分目前还是就是小规模的测试，而它作为法币的替代品的这个部分，在法币没有什么信用的地方都已经在用了，但是我们法币实在太有信用了，而且也没有什么伪钞，而且中央银行表现很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并不是很容易一下子就去做这个替代法币的这个应用啊。那对于网络诽谤跟网络霸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大部分的平台在大概四五年前都会主张它是 mere conduit， 就是说只是言论网另外一个看的人的一个传输口而已，它不应该为上面的言论负起责任。那但是呢，后来我们就发现说这个不太 work， 因为他们真的已经开始管上面的一些内容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他发信是来自一个管辖领域，他收信是来自另外一个管辖领域的时候，刚刚提到泰国嘛，在泰国不能够对泰皇不敬，这个是通念，就是你不需要立一个法，大家就不会做这件事情，而且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是一个北欧的一个艺术家，他画了对泰皇，也不是故意不敬，但是他就是要把它做一些艺术的描绘嘛。那这个时候泰国这边就会群情激愤，就是一定要把它下架。那这个时候其实是跨了两个 jurisdiction。 那在现在这个，我如果说我是 mere conduit， 那我到底是哪一端的 conduit？ 是发信的这个北欧的这个艺术家的社会通念吗？还是收信的这个泰国的？那而且这个又不是点对点啊，所有别的管辖领域都看到啊，所以他在上面就必须要做一些他们的 community standard。 但是一旦开始做了，好比像说这个，那我就让他在泰国看不到，其他都看得到。但是当他开始踏出这一步的时候，他就不是 mere conduit， 他就是 governor， 他事实上就是一个治理者，他已经在行使事实上的治理权。那当他事实治理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跟他问责，就跟所有在做治理权的实体一样，我们就可以开始问说，你做这个决定我要怎么样子去申诉，我要怎么样子去 appeal， 我要怎么样子去确保我的 right to 这个 access to justice 等等。那脸书就因为这个题目现在正在建他们的高等法院，叫做 oversight board，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提案去申诉，一审上诉，然后怎么样，然后做出来的最终判决拘束我们的董事会，然后拘束我们的总经理这个 Zuck 啊，那且他还必须要就是听法官的话，就是这些 oversight board 的话。那这也是很难得的，就是在跨管辖领域的司部门里面自己冒出来了一个用传统的司法理论建构的这个司法体系。那这个有很多论文可以看，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完全没有立法机关，然后要建司法机关。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今年最夯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这些管辖领域怎么样彼此之间在彼此互不太信任的情况下分享，你能够 justify 你做了这个 governing 后面的这个技术上面的具体资料，而且它不是只能说服我们国家，必须要说服所有跟它有主权相关重叠，它只要卖到那个地方，他就必须要做出这样子的给出交代，就是 accountability 的一个方法。这个我刚才也已经有回答过了啊。
监理沙盒目前是跨产业的，我们除了是洗钱跟资恐这两件事情不能够实验，因为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之外，所有其他的别的主管部会的 regulation 就是法规命令层级你都可以申请要做沙盒。但是因为我们是大陆法系，所以特别在金融跟在自驾车就是交通这两个特许里面，我们又可以再多 challenge 法律层级的东西，所以在立法院各自给了一个授权。那所以目前是在这两个比较多。那但是除了这两个有自己的一个就是咨询机制之外，平台经济目前是在国发会，就是法协，同时也是 GDPR 的协调中心。那其他的跟这三个都没关系，目前是放在中企处的创新法规沙盒。所以大家如果到 sandbox.org.tw 的话，你可以看到将近100个案例啊，无所不包，这个几乎所有的部会都被框在里面。那在这里面就可以有很多快速解决的这个机制去出现啊。我们最后两分钟最后一个问题，从林政府到黑客松背后代表公参全民参与的一个价值，在台湾社会上参与精神与趋势的现况如何，未来是否会日益茁壮成为与政府对抗或者是协作的关系啊？那我想就是这两件事情不是互相抵消的，就是它同时是对抗的关系，也是协作的关系。那这是我的那个在《纽约时报》嘛的那篇专栏嘛，叫做 "A Strong Democracy as a Digital Democracy"， 坚强民主数位民国。因为其实“民国”这两个字本来就是由人民直接决定国家事务的意思在，应该是民国五年这个孙文老师的一个见解啊，就是为什么没有叫共和国，就是因为除了找人来代替我们决定事情之外，我们有事没事就可以自己决定一些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叫民国嘛，大韩民国也叫民国。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可以叫做规制性理念 regulative thought 的底下，我们本来就在体制里面有各种各样，包含刚刚提到的沙盒，包含e-petition 就是联署参与式预算，地方创生就是大型的参与式预算等等的，这种除了四年一次两年一次之外，我们还可以直接决定，当然也包含公投在内。那所以这些机制的出现跟创新为什么在台湾这么容易，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我们第一次总统直选的时候其实也有网路了，所以大家是同时看到各种各样子的模式，我们没有200年的代议民主传统，所以事实上任何人只要想到一个新的方式，像平方投票法什么，马上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治理系统，所以这个是协作的关系。但是在我们没有看到的地方，在我们觉得说我们目前的这个制度还没有办法那么好的 capture 就是民众的意见的时候，随时都会冒出公信力比我们更高的，像刚刚讲的那些环保团体啊，自己去找出一套像透明足迹啊等等的这样子一套治理模式来监督我们，去必须去改变我们的治理模式，去配合这个民间的这些朋友们。那我是蛮高兴的，就是像主持透明足迹那个洪胜汉啊，这个希望他能够真的能够进立法院啊，就是能够做资料自己的这些朋友，他必定要同时去联络这些民间很不满的声音，但是把它化作是一个具体到底哪些不满，我们调整我们的 incentive structure 之后，就可以化这些 difference 变成大家可以互相合作的关系。那今天就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好，谢谢各位。那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4:10再麻烦各位准时进来，我们还有下一场演讲，谢谢。